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万里挑一的小节目，就是他，三号公，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但这样的性格绝对是万里挑一。大家看另外两只狗，都在各忙各的，在那吵架打架，但只有他，全神贯注地看着你，注意力全部都在人身上，满眼都是你，跟人的感情呢，自然也就很深厚，养起来也就非常舒服。经我手的小狗也有几百条了，但是这样的性格还是我见的第一只，错过了真的不好再。